2106年度第二学期彰化县自强优秀学生奖学金，31号早起伫彰化演艺厅颁发，总共表扬570位学生。规馆长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实行理想，开创未来，服务社会。好，透过这样的一个鼓励希望这些同学都能够自立自强，然后能够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社会给他们的爱，然后能够为国家为社会来做事情将来成功长大以后有一番事业就应该要来回馈社会。这次得奖的社头国中苏东二来自低收入的家庭，虽然生活辛苦，但是同样乐观面对现实，知足常乐，努力成就自己。李林刚上细考的同学是这次自强优秀奖学金高中这组的第一名，以96.6高分录取，认真读书，这次得到本县自强优秀奖学金。因为成绩不错，所以得这份自强优秀奖学金。很感谢所有人对我的支持。得到这份奖学金之后，我将会用在学习方面，还有贴补家用的上面。首先，我想要先谢谢县政府，让我有这个机会获得这个奖。之后我会好好的利用这笔奖金，之后我会把这笔奖金当作是家里的支出或是在学业上方面的支出，之后未来我也会好好的努力，之后继续维持我的学业，以让我的未来更好。彰化县政府规划自强优秀学生奖学金，并且调整增加奖学金的金额和名额，目的就是要提供自强家境需要协助的学生会当自立自强，有信心，和奖学金对学生提供的不只是物质的帮助，更加是爱的传承。公益频道市社长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